嘿、hey, 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咬一口听到呀小铃铛打招呼。嘿、hey, 小伙伴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，介绍我们的这张地图是一张趣味小游戏地图，叫做我的零花钱去哪了。嗯，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观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评论订阅推荐游戏呀，谢谢。来吧，咱们先来看一下剧情。你叫小鱼，是一个三年级的小学生，为了最新款的玩具，利用放假的时间去隔壁王叔叔家打工，但是发工资前一晚王叔叔神秘失踪了，你带着疑惑前去寻找。哦，也就是说咱们去王叔叔那边打暑假工，然后那个他没发工资给咱们，然后第二天他就神秘的失踪了。嗯，行吧，找钥匙，看一下家里面微缩。我的天，这个电脑这么高啊，我要玩电脑的话要爬上去啊，而且要站着玩。为什么我一个男孩子是粉红色的床，你喜欢呗，这里还有个电脑，可能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房间吧。看一下吧，到处看一下。嗯，这些微缩里面应该不会藏有钥匙什么的，拉杆什么的，看一下这个呀。哦，这可以插进来的，我拿到开关了，走，简单。这第一关前面是王叔叔家吗？哎呦，谁这么缺的，在我家门口挖个坑。这什么东西啊，这里有好东西，机翼，这是干什么，这里是要跑酷过去的吗？捷径，是的吧。哦，给我五个机翼，应该是那个要垫子吧，垫子然后咱们跳过去。你不要等我先跳哟。哎呦，是不是傻。哎，这有个箱子，开关拿到了，然后继续往这边跳吧，尽可能的垫到最远。好 ，OK， 这不就过来了吗？走。好的。要怎么上去呢？这里应该，哎，这里有个箱子。等一下，哥。我过来了。好，咦，我又帅。老王，我来了。老王家的别墅，我的天，一辆跑车，还有两辆赛车。找不到钥匙点燃砖块，剪刀，应该是要剪树叶吧，树叶里面肯定。哎，我就说嘛，有个锄头，把地锄一下。啥也没有，房子旁边呢？你个大傻子，不会跳不过来吧？我过来了呀。好，看到箱子了。走，我都已经找到钥匙了，你还在捡树叶，你是不是傻？刚提示咱们别墅里面有五把钥匙，分头找一下吧。嗯。嗯，为什么老王的厕所里面会有把钥匙？我的天！我找到一把钥匙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两个箱子呀，我也找到一把，总共三把了，应该楼上还有两把。那个楼梯间有一把，我拿到了。这下面有箱子，空的，电视下面肯定是没有的。哎，我找到第四把了，还有最后一把。哦，我这边有一把呀。这不有个香香香吗？哪里呀、啊？把钥匙给我。嘿嘿嘿，事实证明，狗当比我还傻。
来把这门找一下吧。嗯，好了，终于把生鱼的三把钥匙找到了。至于在哪里，小伙伴们你们自己去找吧。可以。最后一个可能，王叔叔的秘密别墅，过去看一下。老王他有什么秘密呢？不知道。这还需要跑酷过去的。好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像我这样的高玩，一次过。哎呦，掉下来。简单。爬上去之后呢？上面会有什么东西啊？我有一丝不好的预感。什么不好的预感？从这里往下跳，对准水池。真的，我有一丝不好的预感，你相信我，我的第六感可是很强的。为什么这外面会摆一个书架？不知道。哎，就个箱子。开关。秘密别墅，哇，里面有星星哎！难道我们找到了？剪刀，又要剪树叶。哎，锄头，不用给咱们锄头了呀，咱们之前就有锄头的。继续给他锄一下。找到了，开关。走。生日快乐！原来今天是我的生日，王叔叔因为出差不能陪我，所以送我个惊喜。等等，为什么我生日他帮我庆祝，为什么他出差不能陪我？我是老王的儿子啊！我靠！也许吧。哎，真不错，我居然是老王的儿子啊！没事，老王有钱。这辆跑车就是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我的天！可是我工资呢？妈耶，我居然是老王的儿子！来吧，结束这一期了吧？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小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